家好，我是东京重振工会会长刘南强，我是做牙科医生的。剩下是日本的政府，其实跟台湾的政府无共用，对两新型冠状病毒的政策，跟台湾无共用的，其实有慢半拍的地方。我去做牙科的时候，总要有着眼罩、面罩，还有着头罩，张开看病人。东京重振工会有230个会员，从40个理事室，今下大家有无个无一个疫情受到影响的关系，大家都无乜个问题。仲系日本的亲手就最后咧口罩先无办法拿到，我喺听讲台湾之下，政府有帮大家分配一口罩。我感觉讲台湾的客家上只系千古经验，其他东京的学生爱去读书呀，爱等到六月以后才可以去参加。做事情嘅也用视讯方式去上班。祝福可以去市场买菜，可以去银行，可以去咁样，但是冇办法，对个就去行路。其他方面系。东京是没什么太事情的，我有听说台湾大家很平安，很没什么疫情的影响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